下面啊，咱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 Continue Back Words 的模型啊，咱们该怎么样进行一个求解呢？其实啊，在求解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可以想一想啊，咱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的啊，无非就是说这个 theta 该怎么改变，以及呢，咱们的一个输入向量这个 x 啊，它该怎么改变？其实啊，这个跟咱们传统的神经网络啊，在求解的时候，的一个方法是差不多的。咱们就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说啊，咱们的一个目标函数是什么？在这里啊，我是定义了这样一个目标函数。首先啊，咱们先来看右面这个东西啊，我框起来的，它表达什么含义啊？它表达意思是不是说，在我预测的时候，我目标是有一个，就是你给了我一个上下文，然后呢，正常情况下我这一个上下文下面是什么，我是知道的吧？那所以说，我想让你的这个上下文是我正确那个值，它的一个概率是越大越好的吧？所以说啊，咱们是用这样一个自然函数进行求解的，也就是说，使得呢，当我上下文是 W 的时候，然后这个词恰好为 W， 它的一个概率值是越大越好的。那在这里啊，其实我们这里做了一点，就是说，原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要对所有词啊都这样就进行这样一计算，但是呢，咱们的一个自然函数不太好求解，是吧？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所以说呢，我们给它转换成了一个对数自然，转换成一个对数自然啊，并不影响我最终求解的一个结果，只不过说前面啊我加上了这样一个 log 值，然后呢把累乘啊改成这样一个累加的符号，所以说啊，我们接下来要优化的目标就是我要优化这样一个对数自然函数。那么在这个式子当中啊，刚才我是不是已经给出来了这样一个值啊，就是我的一个 p 值是等于做什么，我的一个 p 值等于什么，咱们刚才是不是通过这个 hierarchical softmax 啊，这个哈夫曼数啊，给大家计算了一下，是不是等于每一次的分支给它累乘在一起啊。但是呢，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指定一下，就是说，哎，我这次分支你是往左走还是往右走啊。那这里啊，其实它有一个东西，就是叫一个编码吧，它是有一个0还有一个1这样一个编码的，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值啊，我们可以看啊，就是说假设说我它应该是一个正例，它是一个正例的时候，它是一个正例的时候，是不是说它的一个 dw 等于什么，我们来看正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正例在哪儿啊？啊，正例在这儿，就是说它是一个正例的时候，是不是说它的一个编码是应该后面是等于0的？我们来看正例的时候，所以说 dw 等于0，那一减去0它是等于1的吧？一减0等于1，任何数一次方还是自身吧？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啊，就可以通过它的一个递值，就是它的编码啊，来判断一下啊，它是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啊？选择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然后后边啊，就是它是一个复例，复例的时候它的一个。它复例的时候 ,dw 等于1吧，所以说1的复例的时候就是它等于 1, 这块等于1呢就相当于它是往右走吧，所以说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合并啊。那正例等于1的时候，正例等于0的时候，我们来看这块正例等于0的时候，右边什么任何数0次方都等于1吧，这块其实就相当于是我把这些都累乘在一起了，然后把它是不是正例，然后在它的一个上面一个角标来进行片段啊，因为是不是正例这块取值只能是一，取正例的时候就是左边只有值没有右边这个东西，取复例的时候呢就是只有右边有值没有左边这个东西，因为啊取复例的时候我们来看取复例 dw 等于一，那这块一减去一等于零，任何数零次幂还是等于一吧，就相当于啊是取正例和取复例给它判断在一起了啊，写成一个整体的表达式。那有了这样一个整体表达式之后啊，我是不是说要把我这样一个表达式啊带到我那个自然函数当中进行一个求解啊，就是啊把我的上式带到我下面要求解的这个对数自然函数当中来，然后呢我就给它展开，哎呀，展开完之后啊就是这个样子。那对于展开完之后啊，我们来看这一块是不是还有一个 log 值啊，这个 log 值里边乘什么，我们因为我们在算它这个这样一个概率的时候，是不是说它要走了几个分支我就要乘几个分支，从头到尾给它乘下来的呀，所以说啊这块有个乘法。那对于一个乘法来说，我们来看就是这个东西啊，我换横线它俩相等的，对于这个乘法来说前面有个 log 值，那是不是说我对于一个对数的乘法，这个其他写一下，就是说一个 log a 乘上 b 等于什么，等于一个 log a 再加上一个 log b 吧，它俩的底儿都是相同的，有这样一个式子吧。所以说啊，对于这个式子我还可以展开吧，展开完之后我们来看 log 里边啊是一个乘法，所以说首先呢我把这个累乘把转换成这个累加，然后呢对于这个里边来说呀，我们来看假设说我把这个 log 符号是不是提到这儿了， log 提到这儿啊，它等于 log a 的 x 次幂，相当于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 x 给它提到 log 前面来吧，所以说啊一减去 djw 提到前面了，然后呢这个 log 里边值照样给落下来吧，就是把这个值照样给它落下来了，
然后对于右边值来说呢，对于右边值来说啊是一样的。右边这个值啊，是不是这块也有这样一个 log 值啊？因为我们给它得转换成一个 log 加法吧 ，log 值，所以说把 djw 给它提到前面啊，乘上一个 log 一减去一个 sigma 的函数。那这样啊，我现在就完成了第一步化简啊，我对于我的一个要求解的一个自然函数得出来了，当前啊它的一个公式是等于什么？那这个自然函数相当于什么？不就是我要优化进行求解的吗？那你要优化，你是不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最大值啊？在这里，我们是不是说什么样的一个 context w 能使得它的一个 p 值？我们看，我们求的是概率值吧，让它的概率值越大越好啊。